料有料。那还是要呗。土拨整把躺，废话，他们两个那么浓，那么猛，难得可以躺，干嘛不躺？鱼蛋好强哦！哎，他知道要协防，跟鬼一样哦。要一五了。刚那把肯定要精华、啊，分数追很累耶。你是火神哦。哦，又是 Titan， 对面是堪称可以用看得帽的夜山小太郎。对面夜山就是刚刚的 Z 清风。找不到，哎、欸，没进。好铁哦，干！玩！紧张喽！哎、欸，可是我们的那个谁啊？哇，太远了。反给这么多不能输吧。哎、欸。丢不出去哎、欸，他应该要打绿线那个点的，就是撤掉。被冒烂了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超衰、欸，不是我在讲，我说那个银河啊，这阴景不行，没什么要。你第一拍不出手啊，把自己逼入死局吗？哦，终于。还不一定啦、啊。干还是太早。太早了。G。哎。干就被他这招给脏到。还故意装断线，然后你挖的时候突破。挖板很多呢。
老哥，你要这样搞哦。很硬耶、欸、哎、欸、哇塞补太多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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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太多了一点，还有机会哦，还有一个大哦，现在修理皮不敢跳了，还顾忌那个大招。看我们拼命把它捡，在这边冒得太惨了。不是，是他原地的节奏一直被抓到。骗跳骗夜三了又不出手，没有，这个人就是单纯樱井不会玩的。好烂，有几球都已经骗夜三了还不出手，那就是没办法。要被盖死他妈快二十颗也是不容易耶，说实话。哎，他不是玩得分的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